活动。我自我介绍先，我叫做 Janice 张敏诗，系今晚嘅司仪，你哋好。咁等阵间咧，我哋将会举行简单而隆重嘅启动仪式啦。咁之后咧，更加会由一众嘅 models 啦，为我哋演绎 Timberland 嘅最新系列秋冬户外服装 show 噶。而今日咧，就会特别邀请咗嚟自台湾嘅影视红星徐翰小姐咧，嚟到现场同大家见面，作为今日活动嘅主礼嘉宾。咁更加咧，会同大家分享下啦，佢秋冬时装嘅衣着心得噶。呢、这个时候咧，首先要有请 Timberland 香港、台湾。吴美君小姐上台，有请，有请吴小姐。咁跟住咧，仲要邀请我哋由台湾远道而嚟同大家见面嘅影视红星徐翰小姐上台，有请两位。好靓啊！好，首先咧，睇睇右手边嘅全部朋友，右身后面嘅启动装置板上面先，有请徐翰。接着有请吴小姐放上 Timberland 的帽子启动装置。好，两位再一齐影张大合照先，有请。一、二、三 ，Cheers！ 祝杜温咧一周年快乐，亦都咧代表住咧杜温 Fashion Week 啦，所有嘅活动咧都系顺利举行噶。